今天翘班出来玩，副驾这个司机挺凶残，他拿我脑袋当方向盘，我建议你驾照哪里偷的去哪里还。诶，旁边那家好像在烤肉，我去要点，反正我脸皮厚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就是猜对了。趁我不在，你们把好吃的全一锅烩了，一整连个渣都不给我留，我真是醉了。出来玩一趟，啥也没吃上，净看你们打麻将，一个个打的还都不咋样。行，你不让我吃饱，那我就让你糊不了。咦，咱俩赶紧串通好，你赢了可得请我吃烧烤。诶，啥也不是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要切克闹，紧急插播个广告，挖掘技术谁可靠？就找佩奇老字号，刨坑挖沟有一套，服务贴心又周到，如有需要，请多关照。